风沙过去，跟丢。丢了可还行，这不在这呢。你来，你付一把来。你想睡多久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想睡到全剧终。你想睡多久，我都等你。我说我之前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能信吗？少城主请讲。算了，我自己都不信。来人，严驾看守。怎么了？外面怎么了？少君已经围住了城主府。你围城了？不是，让你们小声点，别吵到他睡觉。属下知错。流放路上，我本来想着，哪怕你能有一丝丝的难过，我都会原谅你。但我看到的却是……不是，我那个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强颜欢笑？我真的特别难过，我现在都能哭出来。那样我会误以为少城主是喜极而泣。不，这些都是喜剧效果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剧情还是比较狗血的。离开的13天。我每一天都在想你。想我干什么呀？少君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太客气了，来就来，送什么礼物？去。少城主，每天喝一瓶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应该都是蜂蜜吧？啊，对。如果你不喝，你母亲就没有药喝了。如今，你母亲捏在我手里。这真的都是蜂蜜？有一瓶是断魂散。哪一瓶啊？你猜。现在少城主就试用一瓶吧。大不了我就不回家了。你母亲的药。蜂蜜水，这是苦瓜汁。你把少城主圈禁起来。是。是我这都是图什么呀？小虎灭花园，这是我左躲右躲，我还是没躲过去。